比乐大好听，大大细细嘛通趁钱，趁若有钱就免求，娶某生囝才有尾流。还有那边一段就是吼，少年若时时未晓想，哪有路边的幽灵公？这什么意思？讲天公保庇啊，大好天啊，大大细细拢无法一个用来趁钱啊。他哪有钱查甫就是讲拿来娶某生囝，唔好搭做老安徛啦，吼、哦，再歪溜啦吼。然后就讲，少年呐是未打算，少年嘛是未晓想啊。路边那幽灵公，幽灵公就是讲，他都没有娶，这个往生了，没人拜的路边前面建一间小庙，好、哦，这是欠人家说吼、哦。少年爱过来打拼爱赚钱，他哪有钱爱勤俭爱过来爱来娶某生囝，才有传宗接代。啊，如果年轻人你不会想，没有想这么多，啊，以后你无娶某，光混一个，啊，那以后你就变成路边的幽灵公，这个很有意思啦，这个很有文化。所以今天有这个机会跟大家在一起，所以你们第一组，大家服务真大，啊，我有时间替恁服务，那是我真光荣安尼啦吼。啊，所以我想着啥，啊，甲大家报告，啊，以上报告，感谢大家。好，我感谢一下我。